plastic 非常多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叮咚，现在我在瓜拉马杜，耶、yeah! ！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呢，是为了响应这个净滩活动，这是我第一年来参加。我们开始正式的净滩活动，来这里推广保育海洋的醒觉运动啦，我个人觉得我们捡的不是垃圾，而是孩子们的未来，所以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，我们可以呼吁更多人加入保育海洋的行列了。7月22日是沙老月日，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提醒每一个沙老月人，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家，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份礼物送给沙老月，让我们一起恢复沙老月原本清洁干净的模样。好，谢谢。满载而归。像我刚刚捡到很多的是瓶子、罐装、plastic 的东西。我觉得这个活动还蛮有意义的，清洁都要从你我做起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也学习，当我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呢，我除了把自己带走，也把我身上的垃圾带走，保护这个地球呢，你我都有责任。拥抱海洋净滩活动定在每年的7月，就是希望可以趁着沙拉月日，给这片孕育我们的土地送上一份大礼，同时呢，提醒每一位沙拉月人，我们的身份和责任就是要让这片土地可以变得更好，把这份爱延续到孩子们的身上，让他们也肩负守护这片土地的使命，让下一代可以拥有美丽的大自然、干净水源和清洁的空气。迟到的礼物，不迟到的祝福。虽然这支影片迟了一个多月，在这里依然说声7月22日，祝沙拉月日生日快乐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也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也欢迎关注我的粉丝专页跟我的 IG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请你为我写首歌。